上呢，又过去了一年，那也是一个深的感慨，我又少了一岁了啦。别人的岁数是从一增数，我是从最后的减数，哦，总是呢一年减一年嘛，到底还有几年可以减呢？这就是感慨呀，难免呢心里都会着急，真着急吧，所以会说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各位菩萨们，我们应该人人都要有同感呐，生命呢，许多呢，都还是未知事。不过看看呢，此际人总是很令人赞叹的，就如叶麟一对夫妻，哎，到了晚年呢，还是可以呢志同道合，走入了人间菩萨道。他平常的付出爱人，这天天都是笑眯眯的好形象啊，打从内心的爱而表达出来，这就是修行，修以内在呀，行在外表里，所以在外表内在呢都是那样扎实的善与爱，这都是福慧双修过来的。陪伴的也是老人，可是呢他们不只是关心他的家庭，那也同样呢也是辅导他的心灵，也启发了他的爱心。他们分享了一个竹筒，就是一位呢他所关怀的一位老菩萨寄托他转送来给师父的。这相信这一位老人家呢，他也活得生命很有价值观，他也知道点点滴滴啦，粒米成箩，滴水成河啦，这样的人生的价值呢，也发挥出来了。这各位菩萨，慈济在台湾50年啦，到底慈济为台湾做多少事呢？好，50年来回眸来时路啦，很多人间菩萨的福慧啊，走过的足迹故事，就如921的那一波的地震，一共呢是50所在中部，在2年内呢让他呢完成了。那最近呢在屏东啊，一共呢有5所学校的减灾希望工程。去年我再去的时候，校长都跟我这么说，寒假过后啦，在复学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进入新的学校去啦。这都是在1年半的时间呐，让
屏东的五个学校呢，啊呢完成了啦。啊，因为屏东呢，我们做了啦。台东的县长啊，他也跟着来，就来他花莲呐、啊，跟我说：“师傅，阮台东哦，围炉教室很多，请慈济能不能帮忙？”我就请我们的营建处再去看，哇，比屏东更围炉啦。所以台东呢有九所学校，我就想到，哎呀，台东咱若去啊，花莲到底安怎呢？有一天呐、啊，县长来精舍，我就自动提起花莲的学校慈济需要帮助吗？伊讲吼。啊，师傅呐，愿意吼，啊嘛是真感恩呐、啊。啊，我讲好好啊，我才叫人去看卖嘞。各位菩萨，不是自己就有钱，真正的我们呢，要疼惜台湾的子弟，减灾工程，或者是这种免灾工程。看一旦弄成无灾难无，啊，万一那灾难一旦减到吼，损伤最少。花莲六间，我们已经去看了啦，看了回来了，哎呦，真正是家灾哦，哦，亲像安尼，遐尼正微弱的学校呢。有的呢，安尼顶落去；有的呢，是安尼用铁棍吼去吐掉的呢。所以我们就说：好，我们呢来为花莲子弟啦，我们来盖一个安全的学校。高雄也一间吼，这样零零总总起来呢，目前的工程呢是有21所。这都是慈济呢，社会，我们自己有一种的使命感、责任感，啊，为台湾守护台湾的健康，守护台湾的平安，守护台湾的子弟，这都是呢，我们慈济呢一向50年走过来的。所以今天跟大家谈这一些，希望大家呢都要多用心啊！我还是要跟大家叮咛的，要有和心、和气、互爱、协力。那和心呢，他了解的事很多，回眸来时路呢，他侃侃而谈。了解师父为什么要做这个做那个，所以呢，这种的核心啊，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哦。和气就是最真善的，这就是我们团队之美啊。每一个人的团队之美呢，那就是要以宗门的。道理相契合，所以呢，慈济宗门呐、啊，净师法脉这种道理要很契合啦，才能做规划哈、哦。互爱呢，彼此啦，就是互相互爱呀、啊，人人都是互爱，即。进来慈济，人人都是一家人呐、啊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要互爱。我们呢，那有志一同，我们人人行菩萨道，每一个人互动起来呢，都是很清安自在啊。这都要人人呢，法入心呐、啊。那心中有法，行中有法。真呢，大家共同要做事呢，就会很清安，
很自在，这就是协力。大家要做事要协力啊，协力最自在啊，互爱最清安啊，协力最自在啊。所以呢，那都人人都能这样的互爱协力清安自在，自然呢、啊、熏华心中有华，面对的人世间的人事物啦、啊，就一切无障碍，关关难过，但是关关都通得过，这都是智慧，福慧双修。